接着要介绍 Austin， 他来开箱。这边首先拿到设备之后，主机内会有一本原厂说明书与瑞辉代理的中文说明书。接着开箱之后，要特别注意我们设备内的摆放与陈列。首先，我们的主机、打蛋盆、钢盆架以及搅拌钩。那我们首先，我们将我们的钢盆盖取出。钢盆盖内会有一个揉面器、揉面杆。那再来，我们取出我们的钢盆。我们的钢盆内会有我们的打蛋盆，打蛋盆内会有我们的面团刮刀，以及我们的刮面刀。刮面刀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配合我们的操作去做应用。我们的打蛋盆内会有我们打蛋器，它的整个主机，打蛋器的主机，它里面会有一只传动轴，会有个打蛋球。再来，我们取出我们的 Austin 主机。要取出之前，我们可以先取出我们的搅拌钩。我们搅拌钩，它在放置在箱内，时，它是利用它旁边最底部的拉杆，是放在我们的主机内。取出，再来我们取出我们的主机，Austin 搅拌机，它的总重量加上搅拌缸，总共是8.6公斤。那如果说我们将搅拌缸取下，它的总重量只有6.7公斤。这是我们整个 Austin 它主要的设备